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黑衣侦探。今天万众瞩目的 4.7 下半，也就是护士长谢格文以及水神冯牛娜首次复刻卡池的流水数据终于是出炉了。如视频所示，首日流水为17万5000刀，仅比卡池上半的克罗林德海格池略微好了那么一丢丢。不过某卖的预估诊眼图大家懂得都懂，仅供参考图一乐，咱们还是要以商店排行榜的数据为准。目前原神是在全球14个国家及地区中上榜前10，人气四大区里国服是位列第4，身后是炼狱深空、谋定天下以及小妹崩铁，目前排在第7。美服则因时差原因卡池还未开放，日服则照旧登顶，小妹崩铁排在第4，韩服是接近飞榜，目前排在第9。总榜方面， DF 手游是以连续霸榜6天，一本线则位列第2，王者荣耀紧随其后，原神目前位列第5，小妹崩铁目前是位列第11，共计超二本线114个小时啊。流萤软煤池也就稍逊于1.3以月均卡池的数据啊，龙丹恒当时是超二本线123小时啊，所以大家真别拿一本线上涨来说事了，总不能这些视频音乐软件的流水全都上涨了吧？合着就老米家的流水在原地踏步，这何尝不也是一种下降呢？云原神目前是排在第86位啊，明日方舟排在第98位，少前二排在第121位，重返未来1999则排在第127位，紧随其后的是大明王朝，目前排在第129位，尘白禁区则排在最后的第178位。那接着就是大家喜闻乐见的卡池超基准线的时长数据了。很遗憾，本期 4.7 下半的西格文弗宁娜卡池终究还是未过一本线，截止到老黑视频制作时的近日凌晨3点，在前两波数据均未过线的情况下，本期卡池挂零其实已成既定事实。好家伙，合着整个 4.0 封单大版本下半卡池就没一个不挂零的呗？不管是 4.3 下半的雷神萧公复刻池，还是 4.5 下半的水龙王外夜复刻池，这些以往被大家寄予厚望的强力卡池无不逐一惨遭滑铁卢。要知道本期西格恩陪跑的可是封丹水神弗宁娜，当年 1.4 版本的封神温迪首次复刻池人家还有33小时的数据呢， 1.5 版本的炎神钟离首次复刻池人家也有27小时的数据，就更别提 2.5 版本的雷神首次复刻池了。这和星海一起合砍75小时，第三次更是和灵人一起合砍102小时，小草神纳西达的话人家也有和尼禄合砍60小时的数据啊，同样都是七神，同样都是陈氏七执政，怎么一到封单就大变天了呢？要说这浮浮的人气也不低啊，近期赤戒指的同人二创视频更是一举拿下2000多万的播放量，怎么一到抽卡就全销声匿迹了呢？哎，其实要老黑看，说白了还是龙王仆人那波膨胀的太厉害了，已经完全摧毁了玩家对老复刻角色的买单意愿。原神终究还是走上了崩坏的不归路，再加之新角色西格文本身的奶妈定位在原神里就不吃香，卡池阵容还幽默的一塌糊涂。非要说优点的话，就是西格文确实挺可爱的，在传说任务及背景语音里和水龙王的互动也非常有看点。反正 4.0 版本也就这样了，接下来是 5.0 龙之国纳塔的新时代。老米啊老米，可别再摆烂了呀，咱得支棱起来呀。二本线方面的话，目前是有6小时的数据啊，昨晚9点过的二本线，就是不知道最终能和克洛林德千只打个几几开了。那不知道各位老哥，你们本期都有抽西格文吗？欢迎一起来讨论哈。